好，在国外用手机上网啊，真的是妖兽贵的。不过现在呢，要抢攻暑假的商机，电信三雄手机上网呢，让你吃到饱的大战，从国内现在要打到国外去了。那么以这个台湾大为例了，只要是漫游指定的八国九网，就可以享受连续24小时手机上网吃到饱的优惠，一天只要399块钱。但如果是连续的申请5天，还可以再打个9折。中华电信呢，每天的基本费是杀到199，可以看4000个 WAP 网页，或者是呢这个400个 Web 网页。那么至于远传呢，只是用多少就算多少，对于少量使用者呢是比较划算的。只是呢以量计价，最多的也只要2000块钱，不必再担心天价的账单。以后到了国外去的话，上网那么是可以每天吃到饱了。